修斋功德力，祈福妙难量，诸佛生欢喜，龙天降吉祥。台北华藏卫视念佛堂在2月24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上午9点举办供佛斋天法会暨甲辰年光明灯点灯仪式。供佛斋天，佛前点灯，供养功德无量无边。甲辰龙年，堂宝吉祥，增福增慧，吉祥如意，福慧满盈。敬邀各位同修大德以诚心敬意供佛斋天，点灯祈福，广增福慧。台北华藏卫视念佛堂地址：台北市承德路3段83号2楼，电话02-2595-9955。